多少位企业老板的工作只需每周40小时做些文书处理的事务？我想没有人可以做到。传统工作收入若以专业术语来说属于线性收入，不过这确实是一种赚钱的方式。但是如果你可以经营专卖生意，而且拥有很多管道，就像从这里到那里，让我们来说明。借由建立一个团队，你可以透过所有人的努力而获得一份收入。随着团队持续增长，收入将随着增加，而且没有上限。所以如果按照这个方式复制6次，这不是一个人的生意，这是全球性的。想象一下，你的收入将来自全球任何地方。当你在早上悠闲喝咖啡、接送孩子上学或睡觉的时候，令人难以置信，其实真的很简单，你也可以做得到。这就是所谓的非线性收入，让你成为顶尖的成功人士。你将随时因为你的团队在全世界任何地方所创造的业绩而获得持续性的收入，这是确实可达到的结果，而且一周将可获得高达26,250美元的单项收入。是的，每7天就可以获得超过25,000美元。这个已经被证明可行的方式，不需要贷款、繁琐的合约或任何问题，随时可以进入未来的明星产业，掌握抗衰老产品的巨大商机。当你看着这段影片时，全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已经抓住这个商机，达成了他们梦寐以求的生活品质和方式。这个产业的需求正在快速成长，预估未来3年内，抗老化市场将可创造300亿美元的营业额。试想一下，全球网络平台、划时代的尖端产品、多达6种收入的奖励计划，你还在等待什么？请立即与记这个影片的人联系，讨论如何开始这个生意，完成成功的第一步。公司、计划、产品，这就是改变市场规则的关键。Jeunesse 拥有年轻，拥抱财富，享受生活。欢迎加入年轻新世代。